如是诸大众，一心求佛道，是诸大师等，六万恒河沙，俱来供养佛，即护持是经，将五万恒沙，其数过于是，四万即三万，二万至一万，一千一百得，乃至一恒沙，半即三四分，亿万分之一，千万那由他，万亿诸弟子，乃至于半亿，其数复过上，百万至一万，一千即一百，五十与一十，乃至三二一，单己无眷属，要于独处者，俱来至佛所，其数转过上，如是诸大众，若人行酬数，过于恒沙劫，犹不能尽之，是诸大威德，精进菩萨众，谁为其说法，教化而成就，从随出发心，称扬何佛法，受持行谁经，修习何佛道，如是诸菩萨，神通大智力，四方底正列，皆从中涌出，世尊我习来，未曾见世事，愿说其所从，国土之名号，我常游诸国，未曾见世众，我于此众中，乃不是一人，忽然从地出，愿说其因缘，今此之大会，无量百千亿，是诸菩萨等，皆欲知此事，是诸菩萨众，本末之因缘，无量德世尊，唯愿觉众疑。尔时释迦牟尼分身诸佛，从无量千万亿他方国土来者，在于八方珠宝树下，狮子座上，结迦夫座，其佛世者，个个见是菩萨大众，于三千大千世界四方，从地涌出，住于虚空，各博其佛言：世尊，此诸无量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，从何所来？尔时诸佛各告逝者：诸善男子，且待须臾，有菩萨摩诃萨，名曰弥勒，释迦牟尼佛之所受记，次后作佛，以问斯事，佛经答之，汝等自当应是得闻。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：善哉，善哉，阿逸多乃能问佛如是大事，汝等当共一心，披精进铠，发坚固意，如来今欲显发宣示诸佛智慧，诸佛自在神通之力，诸佛狮子奋训之力，诸佛威猛大势之力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当精进一心，我欲说此事，
不得有疑回。佛之颇思义，如今出性理，住于忍善中，其所未闻法，今皆当得闻。我今安慰汝，勿得怀疑惧。佛无不识语，智慧不可量，所得第一法，甚深颇分别，如是今当说，汝等亦心听。尔时世尊说此偈已，告弥勒菩萨：我今于此大众宣告汝等，阿逸多，是诸大菩萨摩诃萨，无量无数阿僧祇，从地涌出，汝等习所未见者，我于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教化世道是诸菩萨，调伏其心，令发道义。此诸菩萨皆于是娑婆世界之下，此界虚空中住，于诸经典读诵通力，思维分别，正意念。阿逸多，是诸善男子等，不要再纵多有所说，常要静处勤行精进，未成修习，亦不依止人天而住，常要生智无有障碍，亦常要于诸佛之法，一心精进求无上慧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阿逸汝当知，是诸大菩萨从无书劫来，修习佛智慧，悉是我所化，令发大道心，此等是我子，依止是世界，常行头陀事，只要于净处，舍大众愧恼，不要多所说。如是诸子等，学习我道法，昼夜常精进，为求佛道故，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，智念力坚固，常勤求智慧，说种种妙法，其心无所畏。我于伽耶城菩提树下坐，得成最正觉，专无上法轮，而乃教化之，令出发道心，今皆住不退，其当得成佛。我今说实语，汝等亦心信。我从久远来，教化是等众，